七月四日，有网友爆料称，陪闺蜜去北京和睦家妇产科做孕前检查的时候，偶遇了近期一直被传怀孕的张歆艺和陪着的袁弘。似乎是袁弘带着老婆来做产检，照片中两人手挽着手，张歆艺穿一身宽松的衣服，戴着帽子、口罩、墨镜，十分低调，看起来似乎不想被认出来。袁弘留着胡子，戴着墨镜，遮不住潮男范儿，一路牵着老婆。此前就有网友称，偶遇张歆艺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办母子健康手册，并晒出照片。照片中的女子短发，戴着口罩，身穿宽松连衣裙，看上去的确很像张歆艺。张歆艺和袁弘自从2016年结婚后，感情一直非常甜蜜，看来是好事将近，恭喜两位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